一对苏联来，一对日本来，一对越南来，一对菲律宾来，不管因是对倒来，即嘛，因拢是咱的台湾新歌。再接下来，我们师父还要教我们什么样的好吃的料理？怎么换人啦？梁律师，主厨换你啦？对，怎么办？罗大师，怎么回事？我现在观摩多米尼亚的菜。多米尼加，多米尼加。今天我们喜欢的超多啊！台湾师傅哇，你也厉害嘞，对不对？完了会和人观摩的时阵，完了大师观摩的时阵。听说他们这个这道菜很有他们的风味，对，有他们的民族性。好，多米尼加的。哎，你吃。每天都可以吃这一道叫做香蕉饼。香蕉饼，香蕉饼，赶快赶快教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先香蕉，先剥皮，对，好，这个是还没有成熟的，对，还没有蒸熟，完全没有蒸熟，好，先剥皮，这个剥皮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哦，对啊，不是就这样剥一下而已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要，这个给我放一张卫生纸在这里，为什么这个会？会踢那个那个金蕉链，金蕉链，会沾到手，会黏黏，会痒痒的，会不会？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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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厉害呀，没有削到肉哎。还我这个是我们东北，你家都别都大家都会做啊。哦，真的是这样子哦。我过年在老家就是大家都爱吃的，大家都爱吃，不能这样剥哦。真的剥不掉哎，剥不掉，剥不掉。哦，师傅，你有看搞无？看你有法度无？哦，新交我没有办法。所以，那你是先该要，我们要先该这个油，我们要不要过滤一下？过滤过了，可以可以。刚才我有。哦，有过滤过。对，要观摩，我们要帮一下嘛。先开火，先热油哦。好。哇塞，就是这样子切。好。切三块就够了哈。好，这个香蕉哦，因为遇到了这个空气的时候，会有点氧化，所以就会可能会变色。对，其实无所谓。这是我们这个是对，这没有关系。如果是在家里包一些柠檬啊、醋啊，就不会了。对，就是柠檬汁呢，泡一下我们的这个香蕉，香蕉就不会那么快的变黑。这个没有关系，所以那个变黑变黄对口感也没有什么影响嘛，对不对？不会。好 ，OK， 好，好，这样子剥，知道了吗？这是我们一般在东北家不会这样切，你们会有这个香蕉饼，直接用手，是因为你们。多米尼加的香蕉都是这样就拿来吃，还是没有黄色的？也黄色的也吃哦。嘿，黄色有没有在主料里？也有啊，就是成熟的。对，蒸熟。好好，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生的香蕉饼，就放直接就这样子炸。对，直接是炸的。那有，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手不要，不要去烫到了啊。不会的，你放心了。你以为我们这是罗师傅？好。那个还有一个，刚才剥好了哈，剥好的哈。对。哇，这么多哎！我们这个朋友们、工作同仁们真的有福啦，有口福啦。好，好，好。这个炸的时间大概要多久？没关系啦，通通下去啦，通通下去，绝对有吃的，绝对会吃得完，你放心。好，这个大概要多久的时间？也是这样。变黄色的时候就可以了，变有点金黄色，金黄色这样子哦。那青的这个香蕉跟熟的香蕉下去做这样子的饼的口感有什么差别？就是很像薯条的那种感觉。青的会像生的会像薯条，对，会像那个熟的话会不会比较软？会比较软一些哈，会不会比较甜一些？比较口感一点啊。就是说火小一点，小一点。好，我来，这样可以吗？对，好。有人要试看卖咯？我不是要试看，我想要这种我还没吃过，你知道？没有试过啊？
没有啊，真的，我们都没你家才会有啊。我真的没吃过这种这个要这样子的。师傅，那个金椒吧都下了了呢。对，我是怕那个皮吃了不知道会不会过敏或什么，所以我不会不会，这个我们都没你家。验一半好不好？不，这样不能吃，不能吃了，这样不可以吃。吃了会怎么样？雪巴会比较很涩的那种的感觉，只是会涩，不会拉肚子嘛？哈，不可能会。如果拉肚子，你吃这个就可以了。不会拉肚子嘛？不会。是你拉肚子的时候吃这个，反而就会涩。我不怕，对，就是要尝那味道，不拉肚子做。不好意思。哎，很好吃哎，真的，真的不行这样吃的啦，对不对？有没有大黄瓜的味道？说谎的小孩，有一点点大黄瓜的味道。说谎的小孩，我当然要接得很快，你才会信以为真呐啊。还好啦，还不是咱吃到哪里，对不对？有点像那种大黄瓜、小黄瓜，还没成熟那个味道，对对对，也是会涩涩的啊。对对对，小黄瓜那个味道，其实还好，还 OK。蒜头啊，蒜头用掰的，用掰的，好。哦，很难得哎，难得哈，我很难得会站在这里这样看人家喝彩，这第一次哦。我不敢看，异国风味的不一样的这个美食呢，今天就要呈现在我们台湾媳妇儿好朋友的面前哦。我有一点紧张，紧张，不好，你口哇，你口哇，你口哇，你口哈，不要拍到手就好，不要切太大了，不要切太小，对，不要切太小，不好意思，为什么大那个是有脏那个味道哦，所以不能不需要太细，不要太细，一般有人不喜欢吃这个蒜头，哎对，很多女孩子。在约会之前都不敢吃，那约会完回去就猛吃，我要把加了一堆。不敢吃蒜头的朋友怎么办呢？少了蒜头的味道会不会有所差别？不一样，如果是你要蒜头，你可以加胡椒啊，啊就一般都是番茄酱蘸了这样吃的。哦，番茄酱，啊就用起司啊，哦起司啊，对，就放起司，直接那种粉的，炒香一下，用那个微波也可以了哈，融化以后就。很好吃哦，就变成沙拉酱的就对了，是不是？对对。那如果家里正好没有起司，要有沙拉酱，就可以把沙拉酱跟这个番茄加在一起。对对对对对对。番茄酱加在一起。好。对，你们那里最主要的是吃酸吗？也会是酸吗？有酸很多吗？也很多。我们很喜欢吃酸。辣，酸辣。酸辣。看一下，可以了吗？还没有。可以，我可以了。现在呢，要捞起来放着。好。哦，快水啊，那个不赶快来哦。等一下，先，你就锅大一点，是这个最大吗？啊，这个最大的，最大的，最大的。对，你了解我的痛苦。我刚刚已经把它，你已经也了解到我的痛苦。他的痛苦我虽然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开始啦。我们岛都较无钱嘛，安尼，我台湾新妇都较无较好嫁，就干那安尼就搞阮找麻烦，对不对？嗯。开玩笑啦，其实我们的罗师傅哦，真的是大厨师哦，在这种地方哦，就用这种这么微弱的这个瓦斯炉来煮哦，真的小一点的火，小一点的火，还要这样，还要有火的。哦，这就是饼啦。对，对，明明就是香蕉段的香蕉饼，这样就是饼啦。对。功名啊，地头心。这样一压就是饼啊，对，民族特色。我才在想，就是我们都也没有面粉皮，没有没有，也没有那个豆腐皮，怎么包饼呢？我先吃了哈。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可以吃。但是等一下油差第二是比较脆啊，原来是如此。这个厉害了，多米尼加的蘸酱香蕉我都不可以，小心哦。没有关系，我已经习惯习惯啊。罗师傅说的，如果尝。足 Q 呢？是咧外矮啦，嘛一百五十五十六公分，是咧外矮啦。他妈这硬的一炸，哎，足 Q。哎，讲好啦，身边有这硬的一炸，我加吗？生的，真的很好吃。生的香蕉经过炸之后变成 Q， 这个是台湾媳妇才敢讲啊。为什么我要开店的时候大家知道？不是大家都不去了吗？没有，这是台湾，对不对？要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对，大家才会去。不知道没有。我，你怎么会说你讲你在家里吃？
哎，很好吃。我难得站在这个地方，我要享受一下。你的猪脚的时候，我都不敢拿夹呢。没有，这样子你能把它的感觉说更贴切。哦，真的吗？对，是这样子哦。对，一点也没错，很烫倒是真的。真的很好吃。哎，不错，很 Q， 很 Q。虽然没什么味道，但是很 Q， 很不错。加一点盐巴哈，加一点那个番茄酱。如果是你加一点那个，对 ，cheese 啊，你就烤烤一下就。有一点点像马铃薯哦。对。这个不错，这个可以学习。这个会不会肥呀？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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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也是想你。水水啊，真正讲啊，嘿，无像咱无老不晓得啦。热了，热了，热了，下去手下去会热。不会不会，再回锅一次。对，再回锅一次。哦哦哦，太足够了，你给我赶快。那个热那个，要给它我大一点吗？大一点哈。哦，好。我就是这么大，再来也没有比较大。那熟的香蕉跟这样生的香蕉，熟的就没办法了。熟的一定没办法。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哦，一压下去可能会比较软，比较甜的，不好吃。真的哈。对。但是还有一种那个芭蕉嘛，哦，芭蕉又可以用煎的，很好吃。哦，芭蕉。芭蕉。好了好了，那个先不要叫我，先去你家学。对。改天芭蕉换我来呈现一下手艺，看我到底学的有没有成功，好不好？可以。弟弟姐，你要马铃薯饼吗？还是地瓜饼？怎么样，罗师傅，那一道不先教你，要先教我。家我的家小孩在学校也是他们开同乐会的时候，我就可以展现一下不够人吃的。对啊，这个的没有人吃过。当然，来捞起来了，捞起来了，直接再放在这里就。对对对对 ，OK， 好。等一下，先把那个油。油，火这个火最大了嘛哈。最大了，最大了。就是这么大。就是那么大。再来也不会比较大。没办法再大了。对。加点两盖。至少等一下，我们的食物煮的熟了，炸的酥了，吼，对不对？对。会不会？等一下先。哎 ，sorry。看看，你放好。还不够？可以了，可以了，吼。也不需要太酥了哦，不要太酥，太硬，太硬的不好吃，比较干，干一点的比较干，对，太干的话吃起来比较不好，对，拍出来那个 Q 感又不见，对对对，好了，师傅，我先关掉，我先跟你讲哦，这个哈，这个放在这边，好，这个放到和羊和那个葱花蒜末一起，蒜末一起。然后呢？加一点盐巴。我就伸进去拌了吗？哎，没有。对，那个是糖，这个是糖，这个是糖哦。对对对，那个才是盐巴。盐巴，对。站在中间都会分不清。哎，分不清。阿迪，我刚刚也是站在中间呐，我也是分得很清楚。加了一点点那个胡椒。胡椒粒。胡椒粒。这是粗的，不是胡椒粉哈。这个是我们老家的，都是就是这样。就是盐和黑胡椒，就这样。哦。所以呢，这个量哦，就是这个调味料的部分呢，对，就是差不多这样子的量的时候，就是一小把起来。对，你们也是放葱花吗？有。你们有葱吗？有。有。好啦，这一些。这样给它拌一拌。对，这是这个，就放这个，就不需要用那个。这样就扣分。好香哦。好。像这样，以后这个是我们老吃。如果你想吃蒜头就可以了，你不想吃就不要吃了，不要吃它就好了。对，只是加点香气而已，味道对不对？好，哎，好，这个给我。哎呦，好，再来呢？再来呢？再来需要什么东西？就说。我们比较吃有炸的东西，是比较说火气大吗？所以我们做一点沙拉，做一点沙拉，好，放旁边就比较没有那么嘴巴那么不会那么干啊，有点湿润的，对，那是不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份这样子装放旁边哈，就可以这样下。这个请客的时候，哈。小黄瓜条，小黄瓜条，西芹条，哦，师傅的帮忙，谢谢。西洋芹，对，对，
西洋芹就是安尼，就短就短的长诶。对然后我们回家的时候，一页一页把它扒开，然后把它瓦靠去抽吸哦，这样子把它洗洗也料啊，再给我把它切断。这个是那个番茄美乃滋，还有苹果。番茄美乃滋，苹果泥吗？苹果泥吗？哦，好。加了苹果泥会比较香啊。这个干净。好，谢谢。就放就直接把它这样稍微淋上去。上去。哦，所以呢？其实在家里吃的话，或者是客人，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放这样子。对，也不见得，就是放旁边也可以。因为有些客人他喜欢吃小黄瓜，有些不敢吃红萝卜。对对。那我们不要硬是把这一顿全部放在他的面前，就随意。比如说我们大这个盘子放着，然后让他客人自己随意挑，对不对？还有加那个，还有什么筷子？筷子，筷子在这儿。不是这个油油了，有油哦，没关系，我擦一擦，它擦一擦就好了。这个可不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加一点那个蔬菜，莴苣，莴苣，莴苣就是长得有点像高丽菜，但是它是比较薄、比较嫩一些的，比较脆哈，比较适合生吃，尤其是泡过冰水之后更脆，对不对？对，啊，如果是在家里要不要用手剥开比较好，不要用刀子，因为有时候刀子会比较黑，刀口的部分，它对刀口的部分就会变黑了。变黑了，好，就是怕说吃这个炸的这个食物呢会太过于燥热的话，对呀，我们就配上一些蔬菜、水果，水果，嘿，有水分的维他命 C， 对啊，这个很特别耶，酸黄瓜，对啊，还有。橄榄，黑橄榄，这个青椒是有泡过吗？有泡什么东西？泡一些盐水啦，泡盐水而已。哦，就是把它的那个青椒的一种特别的味道跟那个涩涩的味道把它蒸出泡掉，爆掉。那这个黄瓜啊，酸黄瓜啊，它是不是外面超市哪里就有得买？对对，我就是罐头的。我做罐头，买泡好的，泡好了，我家里有啊。是你自己泡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厉害，就是超市就有的嘛。对，超市有。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吗？对，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要热的吃，跟马铃薯薯条一样，热热的吃。OK， 所以我们今天的香蕉饼就完成了。谢谢。今天呢，有一道不一样的这个，这应该怎么讲？料理不一样的料理的，尤其是中美，尤其是它是算水果，它不算蔬菜耶。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台湾媳妇的手艺之下呢，吼，拍谁哈罗师傅，我要先讲我雷尼斯走耶。好，先试试看这个香蕉饼。雷尼斯，我觉得这个好像用手吃起来会比较好吃一点。对对对对对。当然了，还有一个什么酱没有稍微要雷尼斯介绍的。这个是那些药材啊，那个泡茶的那些迷迭香啊，迷迭香，对，这些香料啊，炸碎了，炸碎了。那白白那个是那个。酱那个梅奶汁，梅奶汁酱，梅奶汁酱，不好意思，梅奶汁酱。师傅啊，刚刚第一次炸的时候，吃起来这个比较 Q， 现在炸熟了，它虽然比较不 Q， 可是就是外皮会比较脆，比较脆，对，比较脆，口感两种口感不一样，不一样。这个要炸第二是要热，那个油很油要够热，热。好，对不起，梅女士，我知道是我们的瓦斯不好，好。在吃这个当时呢，就是配一些的这个蔬果，小黄瓜啊，胡萝卜啊，西洋芹啊，还有这个水果哈。所以吃炸的东西啊，一些蔬菜的不要那个火气大嘛。对，所以其实像这些蔬菜水果也不限定说我们今天准备的，看你喜欢吃哪一样的蔬菜，你就准备哪一样的蔬菜啊。好，我们吃多一点。我也好久没有吃，为什么这个找不到这样的芹的香蕉？真的吗？对，在台湾找不到，我又给一个朋友帮我摘到，
这一道也很找不到啊，这样找不到的香蕉，这个叫做那个奇异果，虾卷，虾卷要沾奇异果酱，这是因人而异，这个酱还可以做变化，嗯哼，哦，还可以你再加水果醋，苹果泥酱，嗯嗯或其他的芒果、凤梨、芒果，通通都可以，可以搭配，甚至你也用可以用综合果酱。食物综合果酱的做法一般跟香料是一样，你要调一个，比如说芒果，芒果皮比例最多，然后你搭配其他的副味，你要每一种你都是一样多，那出来就是说什么味道都不是，都不是。你要一个主味，一个是小配角当副味，这样搭起来味道才。所以呢，如果你要用综合果酱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那个比例。对，那个是要多试几次。对，综合果酱就很有技巧性。哦，很棒啊！这个很特别。哎，吃了会不会胖？就吃了会不会胖的？明天再说这个问题。明天再说。先吃为妙。谢谢，谢谢雷尼斯，谢谢罗师傅，跟谢谢朋友们的收看。谢谢，真的要自己呢想办法找时间去学着做做看了，对，你一定会觉得啊，不一样的感受，不一样的享受哟。谢谢你，别忘了要索取食谱的时候要寄上回邮信封哦，要注明哪一道食材，哪一道食物哦。谢谢啦，下回台湾食物再会了，拜拜。